有进出口啊？对啊，对啊。不，这片弄过去，刚刚楼梯个。哦，南边看封了，意思是个。我这迷得很，这皮捏在干夹紧的不？哦，你很冷，我这封子是你看嘛？我做了门的，高点也都要的。不管是个，一二三皮四五，面子发展的钱嘛？就是，就是迷的。哦。你家有几片？我不错。最多我干六五片。最多六五片，明年再开年再干夹几个家。没看人多一下了了哦，他自己晓得修个。哎，来，你怎么在给你拿一袋纸皮给做不？那，那不得个。冷了那就。你不会看，这看不，你看这高边都一球么风子了。那就证明该加了。哦，加呗。出来的环境，那包不住，包不起味。那头盔拿出来有时候就整烂了，手就丢了。要还加一张子我这。没算了，那是我买那个啥子东西子？我刚过一招来夸张。那我那种烂皮皮，我刚弄出来带去，让搞着去。不是。我这种烂糕子，农家刚带去就是要不了三年嘛。你不？滚！我条子锯了嘞，我锯了那洞洞的小的啊，这个糕子。你搬？我怎么搬一地的嘛就来了噻？我就这种么子矮的，你要吃糖，你不敢整任何点儿，你得想。我干部就要十多。这个绝对保温的，我跟你说。老天不怕辣椒。嗯。看你有这个稿子盖进来呀？人了吗？你这里他不要的个，我凶得很，这个疯子还凶得很，人家天天都有糖吃。